熊孩子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发现你的藏宝山洞，这一次我要把你所有的宝藏都给洗劫一空。警察叔叔，我发现狗剩了，他正在破坏我们的藏宝山洞，呼叫警察叔叔赶快去抓狗剩啊。怎么没有宝藏？这里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，这个箱子也没有宝藏。不好，我中计了，快走。警察，狗剩，你无路可走了，赶快束手就擒吧。啊，熊孩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狗剩，你中陷阱了，你作恶多端，终于被抓住了。啊，熊孩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纵使我被抓住了，我也会出来报复你的。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警察局里面好好的反省一下吧。